要来听我们喊，怕韩被郭欺负啊！韩家军凯道在齐聚，炮口一致对准郭台铭。如果多一个郭台铭的话，会造成我们的国民党的分裂。台湾不是用钱买的。庶民不是用钱买的。眼看初选民调在即，韩粉以行动相挺，用庶民力量对抗开口闭口不离钱的郭台铭。零到六岁的孩子，国家帮忙养，就算散尽家财也是在所不惜。通行能有一个实兑现的，有点常识的都应该知道这是个空话。太多的财产也不够用啊，商银行都会倒。从太平岛设渔船加油站到放话愿意散尽家财帮大家养小孩，蓝军支持者炮轰这牛皮吹大了，而党内公约唯独郭台铭不肯签，也 IP 破坏团结。他这不签公约嘛？郭董的政治格局不够，他没有签这个公约啊。就没有这个参与国民党初选的资格。维持一贯霸气作风，只要我不满意，什么都不同意。郭台铭满脑子想称王，连党内同志都能杠，就怕最后只沦为吹牛王。他很爱吹牛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